好，然后这个所以我刚刚说它是精心设计过的哈，所以它是可以洗1400不会断手断脚的。好，那它就像一个真正的 baby 一样，好，所以它的头是很软的，所以你抱它的时候一定要固定两个点。那你这两个点固定了之后，它就很舒服了啊。好，那我们首先啊，请学姐示范摇篮式的抱法。好，摇篮顾名思义就是像摇篮一样。好，那他的手呢？哎，这样子哈，他的脖子哈是在你的手肘这边哈，然后呢，一只手就是抓住他的大腿哈，这样子，你可以做事走来走去，好，那好，他会不会掉下来？好，那你可以用来喂奶，对不对？好，都可以哦，好，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那然后另外一个叫做橄榄球式的，好，那橄榄球式其实刚刚学姐有示范过，就在洗头的时候，记得吗？好好，这是四分位好的那个哈，橄榄球式的那个做法，这样子哈，所以他们四分位就是抱着这样橄榄球就可以跑了，这样哈。好，那也是一只手哈，然后另外一只手就可以做别的事情了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示范排气法。排气呢有两个方法哈，第一个呢是坐着排气哈，那坐着排气呢就是把它好放在你的膝盖上，好，这样子哈。好，放在你的膝盖上哈，然后一只手呢就是抓着它前额，好，好，然后这个时候呢往前拍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好，那另外一种的排气方法，等一下哈，另外一个呢是你抓住它的那个左手，对对，你这边抓它这，对，哎，啊这样也是，它比较大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，好，这也是一个方式，好，就这样，也是一样这样排气，好，好，然后另外一个排气的方法呢就是直立式的。好，直立式就是它是直着，好，然后呢，啊，它要够高，好，然后靠在你的这个肩膀上，好，这样，好，然后要稍微高一点，免得它的鼻子会靠在你的这个肩膀上，好，然后呢，之后就往前，好，一样，好，往上，好，这样子，哎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然后因为它就靠在你的肩膀上，好，然后它就会，它会比较稳，好，就这样靠着，好，好，那这个就是一种姿势的抱法，好。要换尿布，好，好，换尿布呢？我之所以想到需要我们要用到换尿布呢，是因为其实不管是托儿所、幼稚园呢，我们都会有那个机会换尿布。那我先介绍一下，尿布其实有两种，好，一种叫托的，好，是一种裤子型，还有一种是用包的，好，好，那他要换尿布，换尿布当然我们要一定要跟他讲话，哈，好，来，老师帮你换尿布喽，好，臭臭哦，好，那我们就先把它拿起来，好，那一般。那我妈妈没有做很好。一般的小孩子其实我们帮他换尿布，他如果睡椅上，他自己脚会稍微用力，然后把屁股抬高，好，所以让你弄好。那如果他没有抬高，比如说你说你把屁股抬高，他会把屁股抬高，好，好。那我们换尿布的时候呢，就是好要用湿纸巾，好，好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就先把旧的尿布先把它拿掉，好，那拿掉了之后呢，你就要判断哦，好，你要判断哦，他是男生还是女生，好。那我们就要先判断他现在是男生还是女生呢？我看一下，哦，他现在是男生，好。然后呢，他现在是男生，那以前就是男生给你看哈。好，那如果是男生的话，就开始清，从哪里开始清呢？从龟头的地方开始，对不对？是最干净，最靠近尿道口。好，然后就把龟头阴茎的地方先清干净。好，然后之后呢，我们就是从前往后，这样子给他擦。那如果是小便，好，通常我们这样一张的，一张湿纸巾就够。那如果是大便，你们还要第二张、第三张，就是因为我们要从这个肛门这个地方也要擦。好，那方向都一样，好，就是这样，好，从前面往后面把它擦干净。好，那擦完了之后呢，我们要给它换新的尿布。好，那你给它换新的尿布的时候，又有两种，对，一种是用包的，好，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裤子型的，好，好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。打开，然后它是比较大的哈，说哈，一哈，这样屁股用力哈，脚抬起来哈，它就会抬起来，然后就可以把尿布放下来，好，然后之后呢，就可以把它贴起来哈，贴起来就一样的哈，就是要注意，就是要用手去看它一样哈，就是不要让它太那个太松或太紧，好，这样子哈，好，那这样就完成了，好，那然后裤子穿起来，然后就这样就完成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变身给你们看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就不用另外一个娃娃，就直接变。
由前到后，好，这样擦，好，先这样擦十次，好，然后之后呢，再小阴唇再拨开再擦一次，好，好，然后呢，好，那如果是尿尿擦就解决，那如果是大便一样，然后擦后面的屁股，好，怎么擦干，好，那现在如果全部都擦干了之后呢，好，然后之后我们就换另外一个尿布，好，这样，好，那这个就是裤子洗的，好，那这个裤子洗的哈，那通常哈一岁之后哈。要用包的，他们戴眼镜包，他们就很喜欢，比较喜欢穿裤子洗的，好，那一穿就跑这样子，好，那有时候夏天比较热的时候，他们就其实就是用裤子洗的就可以擦了，这样子，好，好，然后再把它穿上去，好，好，那这样就可以了，好，好，那个那因为呢，我们其实我们换尿布，我们应该是要用爱丽丝，好，用小孩来换，好，那但是因为我们只有爱丽丝只有一个。好，所以爱丽丝呢，我们先等一下，我们到时候练习呢，爱丽丝是要用来就是练习抱，好，怎样抱小孩，好，还有怎样给他换衣服，好，那我们就给他沐浴了。考试的时候我们就不考沐浴，好，我们就是考那个抱小孩，好，然后还有就是还有给他换衣服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那我们这个换尿布呢，我们就是用这个受伤娃娃来换尿布，好，这样子，好。好，首先呢，他受伤了嘛，哈，先安抚情绪，抱抱好，老师看看，一个小伤口，哈，没关系，老师来，帮忙啊，快要哦，哈，好，那老师先洗手，好，然后再下来呢，就是你们记得吗，哈，古老的方式，要用纱布，然后沾肥皂，好，然后从内向外，哈，环状的，好，然后清洗，然后之后呢，再用流动的水。好，那通常流动的水，我们可以用那个生理食盐水，然后就是这些就把它清，好，清干净了之后要把它擦干。好，那擦干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用盐棒，好，我们就拿一个盐棒，好，然后从里到外，好，环状的把它擦干。好，然后擦干完了之后呢，我们要拿一个消毒的哦，好，有效期间要打开看一下有效期间。好，那你要看制造日期是。几月几号？1996年8月。啊，这个制造日期是1996年8月11号。那因为它3年有效，啊，所以这是有效的。好，这时候就要拿起来，好，打开。那打开的时候呢，你要小心哈，就是不要碰到那个棉花的那个地方。好，好，你就打开。好，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沾优点。好，那优点呢，就是打开以后盖子是朝上的，好，朝上的摆，好，那优点先滴掉，不要，好，然后之后呢，我们就是好把优点滴到棉棒上，小心那个优点不要碰到棉棒。好，那我们就让它有沾湿，但是不要让优点滴的到处都是，好，好，这时候就已经可以了，好，刚好，然后一样从内向外，好，从内向外。通常如果是小伤口，其实要不要包？不要包，不要包效果是最好。好，但是小朋友你如果不包，他还是没办法的，所以他一定会说要包要包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给他一个一般而言嘛，哈，我们就会给他杯子的，哈，就是 OK 绷，好，那现在 OK 绷各式各样，好，然后到时候你再把它贴上去。那等一下你们都可以练习看一下这个 OK 绷怎么贴。